拜见宝钏大人。要民主，要民主，要自由，要自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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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民主，要民主。朝廷大事自有朝廷做主，立宪本为大事，只待数年之后初具规模，再行宣布天下。进展之快慢，期限之远近，自当慎重处之。你等不明情由，对我朝廷大放厥词。既然是已经外忧成患，外如来犯，是力战还是调停？利弊轻重，这些你们又值多少？既然外忧成疾，你等不战自乱，破坏时局民心，在这里我劝你们，千万不要听信革命党人的妖言惑众，要孝敬朝廷。恭喜恭喜啊！同喜同喜。朕升高中丙午科武备学团考试第一名，那真是光宗耀祖，显耀门庭啊！乃都督恩德，也是沾了您三叔的光啊！哪里哪里，还是蔡老您教导有方啊！行行行行行。
又尊卑的规矩都不懂。完了，你不算不一样。姐，这么看。小姐，听说蔡少爷考上了武备学堂，蔡家今天唱堂会，唱的正好是孙悟空大闹天空，小姐你带我去看啊。女孩子家家的，怎么能随便到人家去看堂会呢？成何体统。小姐你真会装，难道你不想去看蔡少爷？讨不讨厌呀？小哥救我吧。大少爷是不是不回来了？嗯，我爹正为这事儿烦着呢。你说大少爷是不是做官了呀？我哥最讨厌做清朝的官了，他说清朝政府早就应该没官了，并且在国外人家早就没有皇上，再说做清朝的官也做不了多久，人家西方早就没有皇上了，人家那边叫共和。啊，皇上没了，那不天下大乱吗？苏小姐，我这又给你家老爷电话银子报官撕票。这这扔哪儿去了？大发人找去了。爹，你放心吧，哥呀，他从小就爱看戏，这锣鼓声一响啊，他自然就会来的。狗子，我问你，大哥去哪儿了？我哪知道呀？你说说。哎哎哎哎！我说，我说。卡稳了啊！来，别撒了，来米给我装好了，别给我撒了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后面的不要慌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小姐被人抢走了。惹你爹生气了，快点，快点！你个逆子，谁让你去搬戏子的？还不够跪下！戏子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一个堂堂武备学堂的大公子，不思好好进取，却做出这种有辱门风的事情，盗窃证，
这是下九流！我今天要打死你！老爷，老爷，别！老爷，我打死你！来呀，下马！别打！下马！跪下！来，让他打，让他打，让他打！再幸福他下马来！老爷，我求老爷了，爹，你不能生气，生气不行！下马来，爹！消消气儿！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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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生气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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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朱老板来了，说是出大事了，苏小姐被匪人绑架了。啊！真玉，救救我家真玉吧！老九，求求你！哎呦呦，啊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苏老伯，你是说，是独秀峰的张宝仔干的？哦，张少爷。这个落款就是他，原来是他呀，大少爷，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他，我怎么会认识他呢？这个张宝仔盘踞在独秀峰十几年了，官府围剿他多次，可就是不见他的人影。这个事儿啊，还真是有点棘手。蔡兄啊！所以我着急呀，苏老伯，我倒有个办法，不过需要你配合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怎么配合？报官。啊！简直是没有王法了，张嘴就跟你要两万两。是啊，老爷，老朽哪儿给他弄两万两家？张宝仔呀，张宝仔。你平时就作恶多端，鱼肉乡里，我早就想端了你的窝。陈宇、张芒，叫上弟兄们，笑场集合。是。大人，末将保护不力，请大人责罚。时局动荡，多事之秋，发生这种事情，为什么不报，擅作主张？实在是事发突然，未及禀报。不知末将的处理是否妥当？百姓还是大清的百姓，还是以规劝为主。末将以为，如今的乱党和百姓已经分不清楚了。今日的刺杀，说明乱党已险恶昭彰，还请大人小心为上。那依你的意思呢？宁可错杀，也不放走一个乱党。尽忠，民众之于我还是民众。是和乱党有区别的，今后要谨慎处置，如此暴虐只会把事态扩大，到头来就不好收拾了。末将明白了。我马上去一下总督衙门。我护送大人。不用了，多带一些人跟着我就是了。你还有事情？月华回来了。小姐回来了。是啊，你到码头去接她吧。是，大人，怎么？那个郭景之怎么处理？郭景之，景文呢？哦，英国人要买钢材，一大早就去码头了。Thank you.
谁？为什么打人？他做坏了我的货物，我要他赔。打烂了你的货物就可以这样毒打他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在中国人的土地上，不许你这样随便欺负中国人。少管闲事，欺负中国人，这就不是闲事儿。住手！你们大日本帝国的臣民，就是这么没有教养吗？你是谁？《大清条例》规定严禁买卖军火，你们是不是想闹到衙门去？大清的法律对我们日本人是没用的，那是我的私人物品。那军部呢？要不要我向藤野大人说你们私藏军械呢？您认识藤野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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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住手！月华，跟我来。来吧。恩然，你来的正好，他们欺负中国人。大胆刁民，聚众闹事，还有没有办法？大人，他们打烂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货。大人啊，替我们做主啊！大人，大人，自己不小心摔了人家的货，我怎么替你们做主啊？我说这位大人，难道您没看到吗？这些人走私的可是军火。这位大人，您准备如何处置呢？这是官府的事，我自会处理。我想身为大清官员，总不能看着日本人在码头上肆意胡为吧，总要给个说法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。你是何人？敢对本官指手画脚，简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大人此言差矣，现在抢我大清国是人人愿意做顺民，因此才搞得这样子积弱不堪。梁任公先生说过，人之奴隶于我不足畏也，莫痛于我自奴隶于人。今日观之，果然如此。大人，你敢跟大人如此说话？他说的对，日本人欺负中国人走私军火，你们到底还是不是大清的官员？对，官员。刘虎，军火没收，把那几个日本人给我抓起来。来人，把那些日本人还有这些军火统统给我带回去。好，我抗议。谢大人。小华，大人在家等着你呢，我们走吧。拿去看郎中吧。谢千古少爷。别说谢，大家都是在码头上做事情的，相互照应应该的。去吧。谢千古少爷。谢谢。小华，小华。啊。走吧。啊。
就是张虎。苏老板，哎，一会儿你到那儿去，我在这儿等着，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。哎呀，贾大人，他们会伤这些鸳鸯。你是觉得我的枪还有我的人都吃素？他们要是反抗，我就让他们找阎王爷收钱去。可是这可是什么呀？你以为我还能伤了你们家苏真玉？拜托，再找去吧，去吧，快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陈宇在，叫咱们兄弟散开了，一会儿看我的手势行事。是大人，兄弟们散开，快快快快快！时候有没有人跟着你？大哥放心，绝对没有。我张宝仔干了十多年的土匪，头一回碰上你这么一个敌人，居然不顾女儿的性命敢去报官，还让亲狗来围剿我。你爹是嫌我这刀子不快呢，还是觉得我敢杀你？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几个大男人欺负一弱女子算怎么回事儿？你是？阁下就是张宝仔吧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正是在下。江湖传言，张宝仔扛的是义旗，效仿的是水泊梁山的好汉，杀的是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，干的都是杀富济贫的好事儿，这传闻不可靠啊！说什么？我不管你是谁，你既然来了，就走。这样吧，咱俩赌一把。要不咱俩较量一下，我赢了，人我带走。那要是我赢了呢？你要赢了，给你10万两银子，人我还得带走。银子呢？想空手套白狼？做梦呢！两条人命在你手上，你还担心没银子？好，我跟你赌。大哥，何必这么麻烦呢？我一枪崩了他得了。老八，带人出去。大哥，闭嘴！带人出去。带走。苏老板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哎，他们不是消遣咱们的吗？到现在还不出现？对，贾大人事不宜迟，赶快派人搜捕啊！搜？哎，这些山匪都是鼠辈，他们挟持的可是你家甄玉小姐，万一逼急喽，屠杀人质怎么办？哦，这，这个甄玉那边啊，可能有人帮助。有人帮助？谁呀？就是那个蔡家大少爷，就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蔡家小子。啊，对，哎，那你叫了他了，你还叫本官？不是为了保险吗？行，陈元，大人，给我带上一队人马，前头搜啊！见到张宝仔，给我开枪射杀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
老爸，别坏了我们的规矩。你刚才可以下手杀我，为什么不动手？你刚才给我一条路，现在我也给你一条路，咱俩两不相欠。好个两不相欠，是条汉子。人你可以带走了，我张包仔输的心服口服。这什么意思？刚才情况紧急，多有得罪。我知道你张包仔不得万不得已是不会这么做的。这个你先拿着，度过眼下的难关。兄弟果然仗义，谢了。对了，还没有请教兄弟尊姓大名。蔡正生。哦，你就是蔡振生。正是。恩公，受我二人一拜。哎，赶紧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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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起来，别叫我恩公，叫我振生好了。振生兄弟，刘福通是我的好兄弟，去年被青狗追杀，身上挨了两枪，回到山上告诉我们，救他的就是蔡振生啊。刘福通跟我说过，张宝仔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直说呢？我就想亲自见识见识呀。啊，兄弟见笑了，走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不好啊！官兵动手啊，正往这边搜呢。啊，妈的，跟他们拼了！不对，他们人多，不能硬来。我有办法，跟我来。快点！哎，大人，人呢？人那边呢？哎呀，哎呀，苏老板，你这枪可真不好挣啊！追吧，追追！全晕了，全晕了，全晕。苏老板，看到了。苏小姐，本官救驾来迟啊！哎，蔡少爷，赶紧给蔡少爷松绑啊！这月呀，没事。多谢贾大人前来救援呐！哎，蔡少爷，这个匪首张宝仔现在何处啊？张宝仔，张宝仔听说贾大人带人前来逃了。哎，都说这个张宝仔可是杀人不眨眼的角色。你们二位可是毫发无伤啊！张宝仔听说贾大人亲自带兵来了，吓得落荒而逃啊！这个保境安民也是本官的责任吧？啊！陈宇，赶紧带人给我追，一定要抓到张宝仔！从后门给我追！啊！陈宇，哎呦呦，陈宇，苏姑娘，哎呀，陈宇，贾大人，苏姑娘这受了惊吓。还是先送他回去吧。对对对对对，赶紧护送苏小姐回家。快快快，过来帮忙！快！春雨，老乡，啊，他们在追不追？他追个屁呀！他护送苏小姐回家，快！大哥，他们走了。这次多亏了陈生了。景之被抓了，爹您别急，我们跟洋人谈判的时候听他们说的，说是他们在武昌工厂里的工人在闹罢工呢，带头的那个人好像就是我姐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孩子啊，真像着了魔似的，干什么不行，非得去游行。哎呀，你说你赶快想想办法呀。哎呀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我只能拉下我这张老脸向宝琛大人去求情了。景睿，快给宝琛大人挂电话。
小姐再回来了。爹，哎，事儿都办妥了。哎，刚才耽搁了一会儿，您着急了吧？蔡兄啊，小女得力脱困，全靠镇生仗力相助啊！老朽在这儿给你道谢了。振玉，快给你蔡伯伯跪谢。啊！哎，不要这样，不必了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正好，今天呢是大冬秋的，咱们两家呢一块乐呵乐呵。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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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好。老爷，外面来了好多人，好像是官家啊！快快快，向阳！哎呀，宝琛大人驾临，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景之，景之被抓了。爹您别急，我们跟洋人谈判的时候听他们说的，说是学生在领着武昌工厂里的工人在闹罢工呢，带头的那个人好像就是我姐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孩子真像着了魔似的，干什么不行，非得去游行。哎呀，你说你赶快想想办法呀。幼小无知还多蒙大人关爱啊。景之啊，还不向大人谢恩？谢什么恩？我倒想问问，我们在街上游行触犯什么国法了？凭什么抓我们？住嘴！太不像话了！姐，景文，让他去，这个畜生！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大人，在下教养无方，您见笑见笑。我的宝贝女儿，还不下来啊！爹，月华，郭伯父、郭伯母，爹，我早就想下来了，可是听见你们外边暴风骤雨的，吓得我都不敢出来了。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哦，我们家住这儿啊。你们两个认识？啊，我们岂止认识啊，还是患难之交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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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，请，请，请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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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就拿小女之事来说，足可见其将来必为国家之栋梁啊。嗯，蔡兄啊，你生了一个好儿子，将来出将入相，名门蔡氏门楣指日可待呀。啊，我虽然年长一些，但我还是要敬振生一杯。干！这怎么敢呢？振玉啊，你也倒一杯啊。振生，这杯酒我们父女俩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干！苏老伯，大家互为邻里，守望相助是应该的，这算不了什么。蔡大哥，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真与我先干为敬。真玉，女孩子，你茶带酒吗？
相遇，充满着勇气，何必再提各奔东西，爱融成刀，伤痕划过心底，听炮声隆隆，漫步疮痍，生死相望，我们是兄弟。夜色凄迷，你回到我梦里，握紧你的手，我们是兄弟。我站在这里，面对狂风暴雨，我站在这里，血流在你的伤里，我站在这里。